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诞快乐！我很想给你们唱《Silent Night》，平安夜 ，Stille Nacht， 海里的那，继续唱，你们知道。很高兴我们就一起在圣诞大奥祭。天主的二位取了我们的人性，和我们在一起，快乐无比的继续一起庆祝一个教会说了一个七天八天的庆典。因为一天为庆祝这么大的奥祭，一天好像不够了，需要八天。那我们今天第二天，教会也纪念第一位殉道者是谁呢？圣德范。在中途大事录，就是今天的弥撒的第读经一，就是将他在团体当中的充满圣神的力量以后他的殉道。现在我们就听圣马窦福音第十章。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提防世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外邦人作证。当人把你们交出时，你们不要考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那时候必会赐给你们该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兄弟要讲兄弟，父亲要讲儿子，至于死地儿女要起来反对父母，要将他们害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被众人所恼恨。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得救。今天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跟随耶稣，刚刚我们庆祝他的诞生是有他的代价。使徒凡在初期教会当中充满圣神为他作证。读经一说，按照耶稣说了，你们不要考虑做什么了，圣神要告诉你们。施德凡就是说了，看哪，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为犹太人来看是亵渎的话，所以把他，斯蒂芬还说最后说，主耶稣，求你接受我的灵魂，和你在一起。哇，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听到耶稣诞生在我们当中的天主的儿位，启示给我们天主的奥奇的他陪伴我们整个的教会。教会当中有一句话，我们今天就要铭刻在我们心中，再次说。拉丁文说 Sanguis martyrum semen Christianorum. The blood of martyrs is the seed of new Christians. 殉道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他的死亡也带了他的复活。殉道者的血是新的教友的种子。我们也想到在全球全世界上的多少弟兄们基督徒们有别的宗教的人受迫害，也包括在中国内，可是他们的所流的血不是白费的，已经带来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就是肯定这个信仰，阿利路亚。